这个多月来呢，我们密集的组织数次的扫黑行动，在一个多月的短短时间里面，动员了47000多人次，扫荡黑枪毒诈，逮捕了5300多人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扫黑的一个成果。所以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的警察同仁，都非常的努力来处理治安的问题。至于在日前呢，我们有发现这一阵子的一个扫荡以来，我们重创了帮派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，并且也打击了这个帮派，让他们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。所以在日前的时间，我们发现在新北市有发生数起连续的治安事件。那新北市警察局也在第一时间呢，来进行相关查缉的一个动作。警政署也成立专案的小组来全力给予协助。